啊，优质哦，那这是理直气壮。那他说呢，那希望呢，以后呢，啊，能跟你在一起很久哦。那朱咪啊，文心哦，那就是他想跟这个最爱的夏洛卡说，啊，在一起45天快乐哦，赞哦。啊，这个呢，然后说呢，他有一些话呢，想跟你说哦。啊，这个他说呢，他刚刚买了一袋盐。啊，你猜是什么盐呢？啊，是爱你，无需多言呐、啊，幼稚哦。啊，然后他说呢，啊，他昨天看了一本书，哎，看得眼睛都哭肿了。你猜是什么书啊？是这个遇到你呢，他愿爱服输啊，赞哦。啊，温馨哦。啊，那他说呢，啊，昨天他考了一场试，啊，你猜他考了几分呢？啊，是爱你到难舍难分啊，温馨哦。啊，那他说呢，他很爱你哦。啊，这个希望呢，啊，以后呢能跟你在一起很久啊。啊，啾咪哦，温馨啊。啊，那等一下呢，啊，我来啊唱一段这个《说爱你》这首歌，然后搭配一小段的舞蹈送给你哦，赞啊，拜拜喽。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感动，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，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，I wish， 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，所有答案。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，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 柚子啊，温馨哦，帅啊，拜拜喽 ，Yeah。